今仔日，我用惠民医院当属的身份，召开一个董事会。我要提出的动议，已经为现场三位董事的复议啊，所以我即马直接提案。哦，对。伊甲明辉院长。 去总了，惠民医院代理院长，还佮有惠民基金会理事长，快收官。圆圆哦，可能无礼貌，无礼貌的一定是别人啊，对吧？也是我的妈妈。嗯。恁两个啊。 是母子呢，不是情侣呢。安怎？这段时间，因为个人行为不检，介入他人婚姻，已经严重超过这个社会会当接受的道德规范，除了引起舆论的攻击，佫直接影响着惠民医院、甲基金会的名声。 伊的所作所为严重造成社会大众的反感。惠民医院有着民众的健康，需要维持医病关系互相的信任感，有更加悬的道德标准。惠民基金会更加是低价欠下着社会公理甲正义的形象。在这一年来，阮接受各方的捐款，伫道德形象上，实在是无应该出现任何污点。 所以，为着要维持基金会甲病院运作，嘛尊重跨秀君女士的私人生活。即届召开董事会，我希望各位董事会当标杆，替我跨秀君女士的所有职务，另外选一个更加适合人选，大家做伙为着惠民基金会甲惠民医院继续拍拼。 即马赞成，听我跨出阮律师所有职务的人，请举手。委长，你的意思是？这二十几年来，我嘛是看到，一定有人在一定有身躯边。 做伊拍拼，做伊努力，都过足侪遍的危机，所以我咧想，一定夫人，你是不是来表态一下，把张家良先生划清关系？大家拢是老朋友啊，无需要安尼歹面相看。我是安怎爱划清关系？我讲无，就是无。而且我甲张家良先生，敢若是咧生理上有合作，我该说搁叫落来啊。 投资案有甲资金藏入，是无毋对。关系嘛是爱维持，但是是毋是会当改变一个方式？比如讲，甲惠安心、杨胜春这个案，交予别人来负责，甲张先生联络接受咧？无可能，这是我辛辛苦苦规划结果，我无可能放予别人做。景元，今麦你遐敢若三票，啊，袂举手的有两位董事、副议长。 啊，搁有我，所以等于是我才有四票。我毋是讲过，大家拢会支持我。既然即马即个提案无通过，那安尼刷落来要找人代理的嘛无刷提案啊。你安宣布散会。郭律师。 我真正对你足失望的，我同意替我郭律师所有的职务。两位同事拢同意啊！为什么开始？
跳我黄秀君，惠民医院代理当署长，啊，搁有惠民基金会理事长，所有的职务。严胜元，你甲我划掉，卖看卖是不是有人在坐这位置？请你先举手，再讲话。你搞尽了解区会程序哈，严胜元，你有做功课哈？会长，请讲。我提议，和严胜元来担任代理董事长和代理理事长，因为伊已经有一定的社会经验，而且咱病院所有的同仁会全力来帮助伊。我个人嘛是会全力来协助严胜元，和严院长伊的工作会当继承家业，传承啊惠民医院的医者父母心，来继续为民族服务。会长，你免在这假做对民会真虚张。你根本想要趁这个机会把我挂落台，然后找一个无经验的人就台。你着咱在背后做真正院长甲理事长。基金会经手经费这么多，你即摆完全免出来，就当甲民会心会收走。你搁在假好人。会长，我甲你几十年的朋友啊，你还足切心的。郭律师，你安尼是严重侮辱着我的人格。我看严院长作为医学院毕业，作为实习，作为考国考，甚至作为开创惠民医院，我跟他亲兄弟嘞。你竟然怀疑我会帮助严胜元这心意，你安尼真是害我切心。奶奶闲话无听我讲话，我继续做代理院长，还跟你处长。你若无经验，严胜元就台，你根本就居心不良。我们对，规定。你跟严胜元斗三工。要把他后部关落台，这传出去是真歹听的代志。乃讲严胜元无情、冷血，搞这么辛苦，有这么多功劳的后部关走，这对惠民医院的形象是真大的伤害。恁两人做亲家，煞花心不伦，这是事实。今麦阁怀疑副院长居心不良，敢咪想好笑？严胜元，你莫这么讲，让一个老成讲讲。你妈妈辛辛苦苦经营惠民医院，投资惠安心养生村，都是要把惠民医院愈走愈好，完成你爸爸的心愿。起码一个当初推派你，把你妈赶走，都是想要把惠安心养生村规划盘去。你莫这样讲，中意你个，不一定。惠安心长照计划，阮根本无稀罕。等阮重新管理惠民医院，头一步就是抽资金，阮退出。哼，你讲退出就啷退出啊？朋友偌济利润，你应该对我开创你的事业，唔是收一间惠民医院假周善。你真正是一个啥物代志都袂用做、无路用的阿斗。像不用盛元借一下假周善呢？林奶奶，一定是之前社长倒三工的，要甲演员撒去做院长。各位大叔，严胜元是我的孙仔，玩玩你饭店的业界嘛，算有一点仔规模，所以我嘛希望讲会当甲惠民医院有业务上的合作。我已经号召北区数十间分店的业者，伊嘛拢同意讲，未来三年健检部分拢交予惠民医院来承办，只要。我盛元成为惠民医院的董事长，啊，阁有基金会理事长，我相信这个利多绝对会当予社会大众，阁重新对惠民医院产生信任。啊，阁有啦，阮永氏集团啊，所有员工的健康检查嘛，要交予惠民医院哦来承包啦。虽然讲这利益毋是真大啦，啊，毋过我拄则有听这严胜元咧讲，讲伊要退出啥物惠安心长照计划，啊，无要紧啊。因为阮永氏集团嘛，迄好所在长照永生村嘛，原本甲惠民医院相方面就是咧讲合作啊，啊，即摆嘛咧重新过来讲啊，我相信这对于惠民医院的未来，应该这发展有真大帮助啦吼。恁即摆是伫遮
公然利益输送，恁真假？阮即马伫回答事会，你是凭什么亲门打回来公家，影响到阮投票结果？歹势，阮无要影响恁投票结果。各位董事，拄只彭董事长还佮王总裁讲的话，你唔免记录伫个会议记录顶面。等盛源做董事长，还佮李处长了后，咱才开一个会来签一个合作备忘录。您继续，多谢。所以你今晚是来乱乱的，凊彩讲讲的，都当我代志无发生过。刘阿亮，啊，无你要安怎？啊，阮大家暂时失去记忆，甲拄只代志全部拢放袂记哦。各位董事，麻烦一下吼，三分钟进前阮无来过，啊，阮什么代志哦，你拢甲放我袂记。啊，麻烦恁哦，赶紧投票，看恁是要选什么啊，董事长啦，还是理事长哦，紧选选的吼，莫受着阮的影响。王总裁，你袂当安尼乱。惠安心养生村不是严盛员工退出的，让退出，那是为要后果是真严重。严盛员伊啥物拢唔知啊，伊才想讲轻轻彩彩就当促销呢。而且伊嘛无经营过惠民医院，也是基金会。各位，这问题拄才已经讨论过啊，无需要浪费这时间。那会议继续进行。为了提案，由我严盛员来担任惠民医院当署长。还有惠民基金的理事长，赞成的，请举手。六票对一票，通过啊！盛源，你会当安心花恁爸基金会还有病院啊？感恩哦，各位。咱应该赶紧安排时间，讲双方面合作的代志啊。严盛源，你竟然这样对待你妈？严盛源，我为着恁尴尬，付出二十多年的心血，你却对我这么无情，你敢对我一点的情分都无？你不是讲过，阮爸走了，你就是自由的，不是啥物人的家哦。你要追求自由，你就去啊！你嫁给阮爸进前。已经让伊放三过一摆啊！你阁想要让放三第二届？那呢？嘛是家己做起来，卖怪我啦。严盛源，你不准安尼讲你妈，伊现在搞一两块的拢无，伊即摆是你的，请你带转去，好好饲。啊，不过我想你嘛袂爱一个无宽无细的怪小棍，你应该真紧。就会哪哭哪走回来，求我阿妈，向我阿妈忏悔。啊，不过我袂让你离开。你哭到啥物事？严盛源，你哭到干死你！爹，爹，慢点，爹。走。爹。哦。子庭。子庭，你上楼看病医。子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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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有看到，你有花到这么好的朋友，朋友有这么多人搭讪到，你应该会当安心吗？